您起来了啊！马大夫，您起来了。啊！马大夫，您起来了。啊！马大夫，您刚做完剖腹产手术，您还没有拆线呢，还先坐下吧。我问你，我的孩子呢？马大夫，您丈夫没跟您说吗？他把孩子抱走了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你看，这上面还有他的亲笔签字呢。 哎呦，马大夫，您需要静养，我还是先送您回去吧。怎么说，孩子脱离危险了？啊，是的，他没有任何问题。小绿，我孩子要是有什么问题，你一定要找直了说，我能承受得住。马大夫，他真的没事，我还是先送您回去吧。到时候您听主治医生的就行了。 要不孩子去先放你这吧，我家离大滩的事儿呢，我得回去了。大姐，您别着急，我们领导正在查找孩子父母的线索，您再等等。有，大姐，找着了。大姐来，坐下说。那李队，您和大姐慢慢聊，我出去看车修好了没有。好。找着了。你看，这是我们清水市所有可以接生婴儿医院的名单，我们一一都问过了，他们没有丢过孩子。 你再看这个，这个是这几天接孩子出医院人的名单，孩子都在父母的身边，没找着，那他怎么办呢？大姐啊，我们正在想办法，我们已经扩大了寻找的范围，我们和周边几个派出所都联系了，大概一星期就会有消息。还得一个星期呢。大姐啊，你看，要不这样，你先帮我们照看一下这孩子。 等我们一有消息，我们马上通知您，您再把孩子给我们送回来。让我带呀？不行啊，我家里还俩小的呢，我忙不过来，我每天还得上班，哪有时间啊？大姐，这样子，我们出面和你们单位打招呼，您就安心在家照看着孩子。啊，大姐啊，这个钱是我的一点心意，您就收下吧。不，李警官，真的不是钱的事儿。大姐，您就收下吧，就一个星期。 你这地别走。
小王在吗？都出去了。姓侯，哎，就是捡小孩那个，现在这孩子发烧了，在医院里。啊，他们俩谁要回来的话，赶快告诉他们一声，马上到医院来，我在这等着啊。哎，市中医院，哎。 你不是扔！你刚动完手术，你把孩子送哪儿去了？你告诉我，你把孩子还给我！你把孩子还给我！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天哪！你把孩子还给我！你不要这样子！告诉我，你送他，你为什么要这样？你生了病，为什么要病呀？那是我的孩子，是个生命！天哪！ 对，你说对了，我还爱着他。既然如此，你愿意把我怎么着就怎么着吧。我还敢告诉你，你永远也回不到刘明哲身边了。刘明哲马上就要娶妻生子了。林世勋，你真无耻！
李世勋，你要是不告诉我孩子在哪儿，会有地方让你开口的。不杀了，还得再观察一天。哎哎，好，听话不杀了，乖乖不杀了，咱们好了，阿姨给治的啊，咱才不得肺炎呢，是不是？哎呀，大嫂，这下您可以放心了吧？是啊，谢谢。看这儿子，以后肯定是个帅小伙儿。 再说您对他这么上心，将来一定特孝顺您。哎，您今儿怎么样啊？听见没有？大夫不说，我也知道咱们是个帅小伙儿。洗个脸，脏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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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洗个脸啊！谢谢大夫。不客气。哎呦，这小胎记，这胎记长得好啊，咱们爸爸妈妈就能找着咱们了，是不是啊？ 李世学，你是一名医生，是有文化的人，怎么就这么糊涂呢？和自己老婆孩子较什么劲？正因为我是一名医生，我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件事。你不要强调自己的理由了，孩子就是有什么后遗症，从法律的角度，你也不能这么做呀。我只知道。 你出去，我让你出去。文妮，我们闹也闹了，打也打了，公安局的班房我也蹲了。现在，我只想跟你好好说说。 你能不能冷静一点？你要是不出去，那我就出去。啊不，文林，你哪有不能走啊？文林，你听我说，你哪有不能走？你放开我！文林，你放开我！文林，你别闹了好吗？你别闹了好吗？没有劲儿。文林，你别闹了好吗？你听我说啊！不，哎，你不能这样！不，你咬吧，你就是咬出骨头来，我也不会放的。 你听我说好吗？去把孩子找回来好吗？好吗？去把孩子找回来吧！我求求你，好吗？去把孩子找回来。文丽，文丽，对不起，我也是没办法，我是为了咱们好。 为了咱们今后不得已而为之啊，文丽，你不要这样，文丽。爸爸，妈妈，我给你买的。小光，你来了。妈妈，我也看了，这是我给小弟弟买的。哎呦，哥哥买的，哎呦，真好，哎，他喜欢。你弟在家干嘛呢？写作业呢，刚才我给他认了字儿。啊。 卡了窝头片，然后才出来的。
你不能光顾着家务，还得把学习弄好，听见没有？啊，跟你说多少回了，作业得写干净。那天你写的不好啊，不如上次。知道。大姐。哎，哎呦，李同志，你怎么来了？大姐啊，孩子好些了吧？没事了，没事了，不烧了。你看你这么忙，那么多事儿，你就别管了，这有我呢。大姐，我可是来履行我的承诺的。哎，这孩子是？我大儿子窦兆光。哦。哎，你好。快请坐。哎，你坐。哎呀，大姐啊，这孩子他父母的消息我们到现在还没打听到。不过我已经去过儿童福利院了，我跟他们都说好了，随时我们都可以把孩子送过去。哦。在把孩子送去之前，你还得到我们派出所去办一下交接手续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过两天我们一块儿把孩子送到儿童福利院去。哎哎，听你们的。大姐啊，还有一件事儿想跟你商量一下。啊，你说。这孩子一直你都带着，总得给他起个名字吧。我们派出所的同志也起了几个名字，但是大家都不满意。大家说这名字还是由您来起吧。哎呀，不行不行，我也没什么文化，不能起，起不了。哎，大姐啊，孩子他爸妈还没找着，你啊，你就是他妈。你说哪有妈不给儿子起名字的？那我试试，我试着起起，我起个名啊。哎，我大儿子窦兆光，二儿子呢窦兆明，窦兆辉。辉，哎，大姐，辉好啊！你看，光明辉煌，这名字多好啊！哎，就叫窦兆辉。你也没告诉我，你到底把孩子送到哪儿去？清水。清水。窦兆辉啊，明天就要走了，你记着我吗？嗯？哦，不记着了。哎呦，得记着我啊，我可记着你呢。哦，小宝贝，哦哟，来，让我好好看看，下一个，下一个，哎呦呦呦呦，欢迎我吗？师傅，我一个礼拜看你一次，欢迎不欢迎？欢迎不欢迎？哎，哦哦，欢迎欢迎，那我一个礼拜看你两次啊。石姐，我一直想把去清水的情况跟你说清楚，一直没时间，因为没跟你商量。所以刚才跟大伯，我也没敢把话说得太明白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出事儿了。是孩子出事了？对，孩子出事。你说。我到处找那两个人都找不到，后来给人买了两条烟才打听到，孩子在他们手里。没热乎两天，后来那女的发现自己怀孕了，那孩子呢，就成他们俩的烫手的山芋。你直接说结果，孩子呢？孩子去哪儿了？收养孩子那两个人，从那个地方已经搬走了，具体搬到哪儿谁也说不清楚。他们走的时候，没带孩子。学长。
你怕他什么鸟事？孩子呢？ 你怎么样？孟姐，孩子了？哦，李诗雪呢？她不是找孩子去了吗？到现在还没有回来。爸，你告诉我，她是把孩子扔了，是不是把孩子扔了？婉玲，你跟我说实话。你不能这样看她，她不是那样的人。 老戴，老戴，你找我来还是为孩子的事儿吧？是啊，是啊。这两天世学的情绪不对，
尽管表面上很正经，可他心里着火，这不像他。啊，大伯，这孩子，孩子怎么了？你说啊。孩子他丢了。是什么？丢了？孩子丢了？东区那几个惯偷已经被我们成功抓获，可西区又开始不太平了。嗯，我们还是用老办法，先蹲守。嗯，一定要找到确凿的证据，让他们自己出现。嗯，老张，又有案子了。刚接到报警说公安要被劫了个小孩。知道小孩身份吗？刚送去不久的，最小的一个。窦兆辉。好像是窦兆辉。那知道劫匪身份吗？好像侯玉倩。你说是谁？对，是侯玉倩。你们都听着，收队。回去该干什么干什么。是。李队，是侯大姐吗？是她，一定有出什么问题了。那我们怎么办？小王，哎，你现在马上到侯大姐家去，把她请到这儿。是。哟，爸爸，妈妈给做衣服呢。哎呀，真好。宝宝，看看，给你做新衣服呢，看看漂亮吗？哦，漂亮啊！这是给大哥买的，大哥做了，二哥做，现在轮到你做了，看看正好，就差这么一点儿，花儿就是咱们家的人，是吧？哎呦，多漂亮啊，多漂亮啊！回头妈给你拿到厂里去砸一下啊！听明白了，要穿新衣服啊！我这给你砸的，咱们穿新衣服啊！太好了，呦呦。出去玩去，出去玩玩去。哎呦哎呦，哦，真乖，真好嘞，跟妈妈晒太阳去了。李警官，我有个想法，我不知道合适不合适。好，哎，您说说看。我想把窦兆辉的户口落在我们家。行吗？啊，你想领养这孩子？啊，我觉得吧，这孩子太小了，也没爸爸，也没妈妈，也没个家，我心里说不出来。你看我带了这几天，我觉得好像是缘分吧。送孤儿院去这几天，我就没吃好，没睡好，跟没了魂似的。我想吧，要是你们同意收留他，他就是我的亲儿子，就是我的老三。不过大姐啊，如果你要这样做的话，那你的负担可太重了。不重？怎么？你看那会儿我爱人走的时候，我们家老大两岁，老二还没断奶呢。那会儿我也没工作，这会儿我在街道上拿着工资，绝对没问题的。大姐啊，您要领养窦兆辉，您这点收入，四口人能行吗？怎么不行啊？少一口人，我们家还能富起来了；多一口人也穷不了。你想想啊。我就觉得这孩子要是大了以后，他一看自己也没家，也没有爸爸妈妈，这辈子他怎么过呀？大姐，我们对你和窦兆辉的关系，我们是了解的一清二楚啊。既然你这么决定了，我们这没问题。不过这个事儿，我们还得到民政部门申请，要他们审核一下。啊，那就审核吧，我等着。大姐啊，那。我们先和民政部门沟通一下，啊，如果他们需要您亲自出面的话，我们马上通知你。好，我等着，谢谢了。大姐，我还是要说你几句啊，您强行从孤儿院抱走孩子，你这个行为不太妥当，啊，你看，你是不是到孤儿院去一趟，向他们赔个礼，道个歉？行，我听你的。嗯，这样吧。
我写个检查，写个保证，我给你们这派出所也送来一份，我认真检查自己的错误，我保证领养窦兆辉，我这辈子不会反悔的，你放心。好，大姐，既然您想好了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。嗯。虽说你到孤儿院去强行抱走孩子，这是不太妥当，但是用意是好的。从孩子的角度来讲，我们也非常感谢你，这些天让您吃了不少苦，受了不少累啊。以后你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，你马上告诉我们，我们共同把这孩子养大成人。太感谢了。不，我还得谢谢你们呢。自从薛伟昌把孩子的情况告诉了我以后啊，我就在想，过几天咱们到清水去一趟，一呢是去看看人家回来了没有，要是没回来，咱们就找人打听打听他们的去向。您的意思是，不管怎么样，这事得给文林一个交代啊。我看这工作还得我来做，你恐怕是永远也说不清楚了。所以啊，我要你答应我，不管文林现在对你怎么样，将来对你怎么样，你都得大度一些，容忍一些。啊，我知道。赵明，听妈妈话啊，妈妈想跟你们说什么。你看，咱们家的户口本过两天，最后这一页多了个小弟弟，是他窦兆辉，好吧？我想告诉你们，以后啊，你是大哥，小明你也当哥哥了，你是二哥，你们要多照顾他，听见没有？听了。听清楚了？嗯。小明你呢？他不是我弟弟，他是您捡来的。不许胡说，咱们户口本上有他了，从现在起他不就是你的亲弟弟了吗？听清楚没有啊？听清了。你们给妈妈保证，这辈子不告诉他他是妈妈捡来的，能保证吗？妈，我向您保证，永远不对弟弟说出他是捡来的。真好光，你呢？妈，他长大肯定会知道的。不会的，咱们三个永远不要告诉他，他就不会知道的，你说是吗？我保证永远不对弟弟和别人说出他是您捡来的。嗯，小明真乖听话。妈，我的作业还没写完。好，你快去写作业吧。好玩吧，弟弟？来，到妈妈这儿来。小光，妈妈想跟你说呀，妈妈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你。妈，我没有对不起我。妈妈对不起你。你看，你每次帮着家里挣的钱，那些钱数，其实我都悄悄地给你记着呢，那都是我们小光的心血，是不是？妈，你别哭啊。妈妈想跟你说一声，小光，妈妈谢谢你，妈妈替他也谢谢你，以后家里的负担会更重一些。妈，您放心吧，我是当哥哥的，从今往后我也一定会像现在一样，帮您操持好这个家，照顾好两个弟弟。真乖。怎么，你又要出差啊？啊，对了，这次是去哪儿？还是云岭县。上次的事情没有处理完，放心，时间不会很多，最多一两天。可是我昨天到医院找你，没听你科室人说你要出差啊。哦，可能你去的时候吧，我正好在院长办公室，说的就是今天要走的事情。啊。那你路上小心吧。
进来。这样找我呀、啊？对。什么事儿啊？这么严肃？就是你家老三的事儿。怎么了？你把孩子带到厂里来照顾，我是同意了的，可我没和其他人打过招呼，这是我主观了，责任在我。最近啊，厂里对你有些反应，开始我替你挡了几天，可这不是长久之计，所以啊，想和你谈谈这事儿。你直说吧，科长。你把孩子放在仓库里，仓库里的人意见可大了，一是怕不小心碰坏了孩子，担不起那个责任。二是你一离开，那孩子就哭哭啼啼的，弄得大伙根本没法干活。玉倩，孩子的事儿，你再想想办法。我没办法，你知道的，我有什么办法啊？我要但凡有点办法，我也不能把孩子带到这儿来啊。我们家的事儿你知道的，我也不能把他放在家里头一扔扔一天，你说行吗？玉倩，我理解你，也很同情你，可我的理解和同情说服不了大家呀。这大家伙也是从实际工作出发嘛。那我把孩子扔到大太阳店里晒去就好了，是不是？干什么呢你？给我坐下。坐下。什么呀你？我找你来就是要和你商量解决办法的。科长，反正我是没有一点主意，我没办法，我只能靠厂里帮忙了，我求求你了。你要让我带孩子来上班，让我干什么都行。你有这态度不就行了吗？我倒是替你想了个办法，就是不知道你愿不愿意。愿意啊，什么办法？离开制衣车间去后勤，把厂里车间、院内、办公室、厕所的卫生工作负责起来，这样你就有时间照顾孩子了呀。不干。是，你们在第一线上。奖金上会有些变化，每个月少收入四五块钱。哎呀，你回去好好想想吧，然后尽快的给我个答复。我现在就给你答复，科长，我明天到后勤上班去。伟强说的好像就是这家。啊，好像没人。这么久了，他们不会还没回来吧？哎，当时薛伟昌真的没问他们是哪个单位的，他只说了他们两个人的职业，男的是在机关里当干部，女的好像在商店当售货员。哦，孩子能被这样的人家收养，也算是不错了。交织的安慰。
半夜。